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 it? Can you dig it? 今天我们牛棚线上教学第二课要教的是抓第一拍。好，抓第一拍呢，首先我们要学放唱针。放唱针呢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要跨在唱盘上面，跨住，然后拿这支哈起来，然后跨住唱盘，让它转，然后放下去。1 2 3 4 5 OK， 好，那拿唱针也是跨住。拿这一根拿起来，拇指就要按住，然后放回去。好，然后有几个错误的方法，他可能会这样拿，或者是这样拿，哦，没有支撑点，它危险性很高。OK， 拿唱针也是，如果这样拿也是不好，要跨住拿起来放回去。OK， 再来，手放唱片要用中指、无名指、指腹的地方。OK， 然后。放在唱片上面，这个圆拉出去平行 ，OK， 你手就是放在这里面了 ，OK。我来讲一下我的手的那个眼镜史 ，OK。一开始是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，这样放，我觉得不好看，然后改成这样子 ，OK。然后这样久了，我食指会痛，然后我就现在是这样子 ，OK。好，指腹的地方不是指尖，这样碰的话是。那个不对，猫咪才会这样子碰 ，OK， 好，是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再来抓第一拍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算第一拍，我们是算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做一个循环。我每次算都是算一次四个八，或是两次四个八，然后去加减那个东西。譬如说，哦，这个主歌它总共有6个8。六个八，一次四个八加两个八，这样子。好，因为如我算到四的时候，对，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 8我又回到一，好，这样子。不然一直算下去会五算到五个八、六个八、七个八，算到十个八就难算了。OK， 好，算一下哦。好，这就第一拍哦，算一下，1 2 3。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刚才就是两次四个八哦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再来抓第一拍喽。好，我现在 Q 点马上坐在12点钟方向，然后我贴贴纸，哦，这就是抽大。它后面是没有声音的，哦，有一个这个，哦，然后撞到大鼓，所以它会有个戳拍，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抓到之后，我们就戳八拍，丢第一拍，好，哦，来，1 2 3 4 5 6 7 8第二个八的第一拍，它没有大鼓，它是钢琴的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一样。1 2 3 4 5 6 7 81 2 3 4 5 6 7 8一，哦，大鼓出去了，咚。所以完整的我们要往后退，哈，哦。哦，
有没有听到一个大鼓不见的声音？然后又撞到大鼓，再次哦，我们刚才在这里，要，哦，哦，撞到一个大鼓，就这个，然后刷八拍，丢第一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，一样哈、哦。大家刚才有听到我一直在唱那个拍号、哦、抓拍有几个，有三个东西很重要。第一个就是你要唱出你的拍号、哦、你唱你的大脑就会记忆 ，OK， 它就会记忆，然后就开始你听音乐可能会更清楚、更有逻辑、更有拍子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你身体要跟着动，你要用身体去感觉音乐、哦、去帮助自己、哦、就是用身体去感受音乐、哦、第三个。你可能要贴一个点，你就可以用视觉上，你也去那个看那个第一拍在哪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，好，它就在这里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三个东西还蛮重要。如果你只有用耳朵，你单听，你就这样站在这边，然后单听也不算拍号，然后去抓的话，那个准确率没有那么高，然后你跟那个音乐的感觉也不会太接近。哦、你用这几个方法就好玩、哦、你算拍子，然后身体跟着动，然后眼睛看这个、哦、就是会比较事半功倍啦。OK， 好，那刷唱盘手背 ，OK， 这样自然摆动就好。不要这样子，好，不要这样子，好，他就是这样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自然的，好，好，那再来呢？我秀一下，好不好？秀一下，秀一下 ，OK， 差不多，第一堂课就是这样。还有就是你一开始啊，玩就是抓第一拍的时候，选择那个 instrumental 呢，就是我们以前买黑胶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音乐啊，它都会有音乐版 instrumental， 就是这个第二个 instrumental 哦，它是音乐版，它 cappella 就是人声 ，LP version 它就是它的原版这样，那可能还会有一个 clean version， 就是因为如果在电台播放的时候。它需要就是干净的 beats，OK，、okay, 好、哦，它需要干净的版本。那 instrumental 就是干净的 beats 这样子，你可以去练习，你不会有人声去干扰到。好，好，那如果呢，你想学唱盘，好、哦，想学这上面的技巧，哦，请上 FB 查询牛棚 DJ Studio，OK，、okay, 好不好？由我来教导你。这样好，秀一下，余生战吗？
我们第三堂课见。